哎呀，你这来的太突然了，得亏我。你有多少钱？啊，我这今天没跑多少啊。都给我。哎，生抢啊？怎么的？不给是吧？告诉你不给，以后就别见面了。给，我的钱呢，就是你的钱呢，给。 没了，哎，鹅，这到底出啥事儿了？你这么着急要钱呢？给我妹妹治病。哎，鹅，拿着，我那儿还有存折呢。啥意思啊？给咱妹妹治病，那必须倾家荡产相助啊！跑完这趟我去取去，全给你啊。哎。 走不走了？真的？哎哎，走走走走走，还不好意思，喊什么喊的？没叫小两口说话呀？你快点！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，哎，你干嘛去？啊啊！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，小妹，我媳妇儿，知道了，快点吧！哎哎哎。 我媳妇儿，小两口，不好意思啊，大爸。 咱家存折里钱我全取出来了，穷家富路，孩子这一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！哎呀，那也不够啊。夫人说，他那有5000，大龙跟老李说了，拿出了4000。 担心还是不够，我再想想办法吧。这个都是今年的最新款式，啊，您再看看这个。 老板，哎，等会儿啊，老板，哎，你这项链多少钱一串？放心，兄弟，保证最低价，好吧？最低价，哎，那成，哎，我呀，手提想定2万5000块钱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再见啊，哎，行，好，走了，我保定了，您满意，好吧？哎，好嘞。郭姐，哎，什么时候方向把您给催来了？哎，我呀，从这儿路过，寻思着到你这儿来坐一会儿。 您说咱都在临江住着，都得有10几年没见过面了吧？可不是，有年头了。您这到我来是个什么事儿吧？嗨，家里啊遇到点事儿，急需要用钱，所以想跟你这借一点。啊，借多少啊？你看一万块钱行吗？ 您说您一大局长啊，一万块钱您都拿不出来，行吧？看你呀，以前也是个清官，我借给你。刘，哎，去保险柜拿1万块钱来。好的。这样，郭姐，今天你来了就别走了，我一会儿请你吃饭。不，好意思，你看又借钱又吃饭，那好意思。哦，您以为我真请你吃饭？我是要给你上上课。前两年要不是你拦着。 我这小金店可就早就开到省城去了吧？哦，对，是啊，那是，这是，哎呀。
虎子。啊，进。爸，还没睡呢。收拾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。哦。哟，您喝酒了啊？脸都红了，您喝酒干嘛？你有高血压，喝什么酒啊？哎呀，没事儿。来，喝点热水。虎子，家里凑的钱呢都在这儿呢，你把它带上。连那个不着调的郭娥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1000多。爸，在外边啊，别怕花钱啊，该花的就花，别省着，别委屈了自己和国产。要是不够的话，就给家里打电话，爸再给你拿。爸，嗯，委屈你了。我有啥委屈的？这家里有吃有喝的，我委屈啥呀？我虎子，往后这国产呢，爸就托付给你了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医好妹妹的腿。爸，放心，你从来没让爸失望过。一直想对您说，对不起。看你一家人说什么对不起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呀，早点睡吧啊！明天还得早起呢。我走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你收拾你的。到那儿以后听你哥的话啊。妈，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啊。你不用操心我们。爸妈，行了，别送了，听你小哥的话啊。大哥，晨，路上小心，照顾好爸妈。虎子，虎子，把妹妹照顾好啊。哎，注意安全啊。知道了。啊，走吧，来来，背好啊。我们走了，给家里来电话啊。到了就来。你们回去吧。回去吧。
好了好了，慢点慢点。来，给我。小哥，你累不累？不累。你累吗？我不累。我去买票，坐这等我。嗯。啊。来。腿伤着了。哦，那个人是谁呀？那是我小哥。哦，妹子别误会啊，我没有恶意。不瞒你说呀，我去年也摔伤了，也摔得很厉害的。你这不好好的吗？是啊，现在好了呀。那你是怎么治好的呀？不瞒你说，我遇上神医了。神医？是啊，说了你也不信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那我得先要问问你的情况，是不是和我一样？啊，我是从屋顶上摔下来的。嗯。大夫说我骨盆摔裂了，后来我去医院做了手术，可是还是没有治好。哎呦，妹子啊，你这个情况啊，和我是一模一样啊。那时候啊，我也特别绝望。我想啊，这辈子啊，要在轮椅上过喽。妹子，你应该也理解我那时候的心情吧？嗯，那你是最后怎么治好的呀？有一天啊，我们家来了一个亲戚，他说乡下有一个神医，专门治这个腿病。反正也就这样了，我就去试试呗。你猜怎么着？就俩月，我这腿呀、啊、就好了。你看我这走路啊，腿可利索了。真的？当然啦，是挺好的啊。是啊，我总觉得要去感谢人家嘛，我就做了一面锦旗送去。哎呦，这一去呀，看病求医的人那叫一个多呀。还上了杂志呢，你看，就是这个神医，神医就是他，可神了。我这还有一本，这本啊送你了。谢谢大姐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出门在外求医难呐，大姐我呀也是个热心肠的人，见不得人难。谢谢。你这慢慢看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嗯，慢慢看啊。神医郭红旗，悬壶济世。文心姐。哎。兰心姐，来签个字吧。哎，好嘞。兰心姐，嗯，虎哥真上北京了。啊，虎哥真是个爷们儿，为了给妹妹治病，连工作都不要了。行，我单子派给你了啊。哎，好嘞，慢走啊。哎呀，真看不出来你这么刻苦，候车都要学习呀。小哥，你快看。悬壶济世，妙手回春，神医郭红旗。哎呀，你还是听我说吧。你说。这个人他是个神医，他可神了，是专门治我这种病的。这种杂志能信吗？你看呀，这个是正式出版的杂志，这上面都有刊号的。有刊号的杂志也不代表所有的信息都准确。有些杂志啊，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啊，看看就罢了。票已经买好了，哎，要不要喝点水？我去给你买水。小哥，他不是像你说的这样。干嘛？你要去看野路子神医啊？这哪是野路子呀？这还不野路子啊？不是，就是刚才有位大姐，她看我腿不好，
他就过来跟我聊了几句。他说他去年也跟我一样，摔着盆骨了，然后去医院治了也没治好。他就是去看了这个郭洪启大夫，他的腿不到俩月就治好了。不到俩月全都好了？嗯。那你说啊，好多医院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，那不都是偏方治好的吗？有一次我感冒咳嗽的，我吃了好多药都不见好，后来是咱爸给我用橘子皮熬的水，我喝了一碗我就好了。那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，大小姐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车马上就开了，走吧。啊，哎呀，小哥，小哥，我不想去北京了。咱们去北京就是为了做手术，你不去北京，你手术不想做了？那做手术不也是为了治病吗？如果这能治好，那咱们就不用手术了，还能给咱爸妈省好多的钱。啊，乖啊，妹妹听话，快走。小哥，我就想试试嘛。还哭了，瞅你点出息！别哭了，你真想去啊？不去不行。我想去，想去。好，那我就陪你去。嗯，咱们说好了啊，那医生如果不靠谱，抬屁股就走。好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我真拿你没办法，我谁都不怕，我就怕你眼里那金豆子。